球就有一波两折。嗯，再来一声长哨，传威胁球。哦，单刀了，好。这球十四分钟，谁呀？吕文君吗？吕文君还是吕文君啊、嗯？他刚才错了，破门十九分也是一样。头球，哇，有了！三十分钟扳平了比分，炸进去了！哇，还是保利尼奥，保利尼奥，但他是个后腰。李学鹏，左脚旋起来，头球，哇，旱地拔后掉入禁区，二点球打门，你看，四十五度炸。嗯，然后二点，禁区内八个人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哦、这又是巴里尿连打，哇、哦，换成阿兰了，阿兰，这球呢是连打带传，角球起来，高高的飘飘的，哇、哦，严俊凌漂亮，哇，巴里尿对吧？上半场补时第三分钟又是巴里尿，是吧？巴里尿有众多的信徒。哦，单刀了，吴磊，漂亮！哦，三比三，是的，三比三，五十分钟三比三。嗯，吴磊赛季的第26个进球。吴磊，彭潇霆啊，整体进攻还是有他的套路的。哦，接，走一个，往后点。哇，哇，哇、哦！七十九分钟，七十九分钟。奥斯卡的这脚转移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你可以看出这支球队的这个战术素养还是非常高的。嗯，差一些，有拉拽，有拉拽，保利尼奥打门，嗯，球进了，左脚非常有力的射门，哦，脱衣庆祝，这是 ending pose。 还有三分多钟，哦，点球，节奏变化还好，伤停补时第五分钟，嗯，阿兰打进点球，这是也完成了梅卡尔度，这是越位，哦，补时长达六分钟，然后裁判又加了一分，记录需要创造，一个是这是本赛季三个最佳球员的外围远射，吴兴涵的传中在对方脚面上蹭起来，结果二点击过来了，守门员杨成的出击居然扑空，非常丰富。来看一下慢镜头，吴兴涵的传中呢，在对方脚面上蹭起来，禁区中央过顶，哎，多漂亮！西塞，这抢点的时机的把握。嗯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那好球。哦，漂亮！完了以后，先看一下之前的，哦，连续碰，吹了点球，结果裁判判定是禁区内犯规，自己来操刀主罚。哎呦，角度打得刁啊！对，手球，对方马上的反抢过程当中，漂亮！这个距离对于塔尔德利来讲，完全没有难度，角球开前点，漂亮！再来看一下前点，金卓荣蹭，金卓荣，马上我们看山龙泰山队的反击，哇，漂亮！再看塔尔德利的跑动，经历到的反传球，头球摆在禁区里面，还有机会。点球，哇，又一个点球，会有能的球员呢，我们看，哦哟，还是打这条线，王大雷也还是猜这条线，嗯，二比一领先恒大，然后富力二比零，哇，来了，富力二比零领先重庆，又来，阿尔德利也有帽子戏法吗？果然，哇，今天这场比赛这个下半场最后是吉尔在禁区里面飞身把这球扫出去，与此同时呢，主裁判鸣笛结束了全场比赛，
八赛季，中国平安，中国安到辽宁，再到华夏幸福，直接打门，漂亮，漂亮！开场一分零一秒，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产生了。扎哈维打门，漂亮，漂亮！九分零三秒，第二个进球。你看这反击，丁海峰，谢谢。三分钟，丁海峰的回传助攻了阿兰，找不出任何依据啊！带球挺进，来一脚远射，漂亮！二打二，传中，头球，漂亮！啊，带球有了，没有越位。九分钟，阿兰，二比二，你有扎哈维，我有阿兰。于汉超这段时间打到右侧呀，武德利。后点头球，再顶，漂亮！我的天哪，45分钟，阿兰，现在是罚了个后点，是杨立瑜。张琳芃打起来都没有问题。哎呦，漂亮！我天哪，49分钟，这是一脚冷射，哇，好，两个帽子，帽子对帽子，帽子对帽子，对，漂亮的二打二，张琳芃直接打门，哎呦，又是，哎呦，架炮锁。哎呀！哇！65分钟外围的远射，刘殿座脱手了。关键扎哈维这脚传的确实挺冷静，是，而且出人意料，他以静制动。好在后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，溜进来。哎，又是点球啊！又是点球啊！漂亮，4比4，69分钟，高了。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真是漂亮！我天哪，真是漂亮，漂亮！终于有了一个本土选手进球。看啊，打了李学鹏的背，人好。哇，直捣龙门，没进。哦，比赛结束了，主裁判傅明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。分居左右，当然这两个人的位置啊都比较活啊。这么快，2分33秒，于洋，2分33秒，一个角球，头球碰，哎，这个球，点球，这个球从慢动作看好像很，助跑，有了，角度打得非常刁，虽然说杨志扑对了方向，但。还是斜传打赵和靖，第二次头球摆渡，转身孙军 C 没有越位，哇，打门，漂亮！36分钟，哇，斯蒂夫梅开二度，个人进球达到了10个。哦，赵和靖扑了，赵和靖横扫门前，兵荒马乱，这像打门球进，哇，40分钟球进了，哇。古兹米奇，古兹米奇，索里亚诺打门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50分钟，开壶了。下半场刚刚开场，5分钟关。哎，哇，漂亮啊！后点，一样，后卫梅开二度，中卫梅开二度，张稀哲。左脚传，哦，漂亮！69分钟，索雷亚诺梅开二度，惊天大逆转呢！奥古斯托有变线，斯蒂夫单打敲，斯蒂夫门，90分钟，这是斯蒂夫，斯蒂夫帽子戏法，脱了也脱了，晒一下，梅西。关键是队友的中路的跟进啊！中超联赛第24轮，在北京工体，延边富德挑战北京国安，双方进球。